你呀、啊。哦，我就单独。沈哥，你的芭比你有看到吗？左边是孔锵。不是啊。右边是你。好帅哎！这是孔锵啊，这是。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这个应该是孔锵老师，那是沈哥嘛？对对对。哦，好帅哦！好可爱哦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沈半仙，我之前都弄演医生，这个不好厉害呢。嘿，啊，我甲迄个编剧讲，小编，我很久没有演这个医生啊，会给我过来回味一下好不好？结果好好，结果台剧本来叫我演半仙啊，沈半仙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